him put in the bed.先不要点啊。 先解决他的问题啊。 OK， 好，打开这个绿色的，双击绿色的。前面的它 OK 的哦。嗯，对，是的。这样子要不要看？绿色的啊。好，来我看一下大家。选择一个英语的，选一下。好的，先不要点啊。 OK， 点击。 把鼠标点放上去，先不要点啊。好，点一下。好的。好，你填入名字。 你等一下，你先让我让你填再填，对，重量对。好的，这边是，所以性别。OK， 然后对，是的，对，选武林迪迦。OK。 然后点 OK， 好的，然后出现这个啊，好的，长按，长按还不行啊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然后呢还要按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它不已经出来了吗？等个字消失了你就不用按了，看见不就出来了吗？是吧？然后你再点击那个一。 是啊，对吧？数据就出来了。然后你再点一下这个十，OK，是吧？再点击一，OK，再点击十，OK，再点击60，OK，就点击一。
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嗯，这个数据就保存了。